靓嘅包心刺肚唔一定又贵又难煮。我想改变你嘅谂法，将中式佳肴大众化。我系 Charles， 斤两嘅主厨同联合创办人。我读大学嗰阵就立志做厨师，屋企人一开始梗系好担心我啦，觉得好地地做会计师唔好咩？点知而家煮到连大学个校长都叫我煮俾佢食。一入行就做米芝莲星级粤菜餐厅，学识咗好多传统粤菜海味珍品嘅煮法，启发咗斤两嘅创立，将高档中菜年轻化，更加入屋。我哋嘅食品全部都唔会落味精同防腐剂，用最传统嘅煮法保持色彩嘅鲜味，精准咁计算时间同每一个步骤。同 Ken 合作嘅菜式，当然想客人去了解嗰啲味道啦。川味野菌花胶，自家制嘅川味酱，配埋呢个日本本菇，一个辣辣地嘅湿温菜，好开胃噶。我自己本身系潮州人，所以做咗半生瓜排骨炖螺头，一道好有潮州风味嘅汤，用最传统中式炖汤嘅方法去做，凉瓜嘅甘加埋黄豆嘅甜，仲有螺头嘅鲜味，层次系好丰富嘅。斤两同 Ken 都系想改变人对粤菜嘅睇法，将传统嘅粤菜年轻化。边个话快餐唔可以食包心刺肚？高档中菜都唔一定要喺酒楼先食到。我希望每个人都享受到咁有斤两嘅粤菜。